It's like a vivid dream， 貌似昨天的夢兒。點解你會叫爺爺嘅？有一次開直播，著咗嗰個背心羽絨啊，即係嗰啲，即係真係爺爺神韻嗰啲羽絨咧。跟住之後佢哋見到之後咧，就笑到我而家。咁如果真係俾你有個家姐嘅話，有咩條件係可以做到你家姐咧？捋下俾我嗲下幾好啊！突然間覺得我自己都 OK 喎，都符合。M M 730粉絲福利處，今晚7:30 ，Feel TV。